27岁王先生肌肉萎缩，母亲过世后只剩他一个人独自生活。两只手就是要都要靠着桌子才可以移动，就才比较有力，有支撑点可以。手可以移动拿一些东西，虽然行动不便，但是脑筋灵活，修电脑就是他的强项。高中读那个资料处理啊，然后后续是因为自己有电脑，比较喜欢电脑的东西，所以想说那我就自学一些可以帮人家修电脑的技能。不忍王先生一个人在家，慈济志工关怀带他外出透透气。这台是小车子。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他，因为他真的跟他在一起，那么就欢喜。其实有时候受惠的是我们自己。那因为他像他这样子，他能够走出去，感觉他来就是把我当作自己人这样啊，对，然后很关心我，就故意找话题跟我聊天。王先生喜欢晒太阳，感受户外的绿意，因此也常参加团体活动。我比较乐观啊，所以跟人家互动就增进人际关系吧。对啊，这样觉得对病情也有帮助啊。也许疾病限制了他的部分行动，但却限制不了他的心灵。王先生依然对人生抱持热情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蔡玉凯，台中报道。好，再来看。